看飞翔这可怜的身影，我已经帮他拍好遗照了。我在帮他拍影片，他是被他死因，他是下船的时候太快，他被他自己的枪步枪给拉下来，他步枪给拉下来。你确定不是他沉下去，就他枪勾到石头或者沙子之类，然后不像是，害他卡住、就是？看起来像是被他枪太重了，看，像死死，看他死掉动作就知道。